你好，老板，这桌菜能借我拍个照片吗？拍照片？对，我想发给我在远方的父母看一下，让他们知道我在外地过得很好。哦，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太丰盛了。哎，妈，我发的照片你看见了吗？你不用挂念我，我现在在外面吃饭呢。你看我们吃的多好，有海参，有鲍鱼，还有大虾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有排骨大包子呢。你不用挂念我。什么？你要看着我吃？这吃吧。啊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吃给你看，我吃给你看。啊，真鲜呢，这大虾，海参，你看，我一口一个，还有鲍鱼呢，这鲍鱼，我也吃，排骨包子，这大排骨包子自己家包的，啊。哎，七点零油，真好，我吃，哎呀妈，太香了，太鲜了。那对了妈，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女朋友，你看到了吗？快给我妈打个招呼。嗨，阿姨。不错吧？我们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年底就回家。阿姨，我想买个包。买什么包？我们在这吃的大包子，你吃点包子就行了呗。包，我想要那个背的包。听话，咱不买。一万。什么什么一万？那我的工资卡不是都在你那吗？哎，那个行吗？阿姨，阿姨，哎呀妈，那个行啊。哎呀，那行，那过得多好，你看，哎呀妈呀，就这样吧，妈，哎呀妈，去吧去，哎呀妈。